戒杀放生得免劫难。传说中，在云雾飘渺、人烟罕至的深山里，住着一位对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无不知晓的仙人。许多人常常不惜跋涉千里，远道而来，为的就是求仙人指点迷津。果然是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，人间仙境。到底仙人住在哪里呢？已经找了一个多月了。嘿咻嘿呦嘿呦嘿咻嘿呦嘿呦嘿咻嘿呦嘿呦。哎，我想我是无缘见到仙人一面了。啊啊，这是莫非这前方就是仙人居住的所在。耶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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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哎呦，好痛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啊，小米，哪样呢？喂，老兄，你在爽什么？请拿号码牌，我已经排了两个多月啦。啊！下一位，请问这位大哲，您有什么样的问题，尽管说。我这颗水晶球啊，他可是有问必答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举凡世间大小事，疑难杂症都难不倒他。大师，我是媒体记者，最近因为竞争太激烈，抢新闻抢不过狗仔队，报道内容又没有人家腥酸火辣，我也不想跟他们一样哗众取宠、低俗而烂，但这样下去我恐怕很快就要被开除了，所以想问问未来这个世界有什么大事会发生，让我有独家新闻可以报道。难得这么一位有良知、有理想的年轻人，我一定要帮帮他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八方鬼神一次到齐，听我命令，上穷碧落，下至黄泉，天地实力，乾坤借法去。这颗魂球搞什么？紧要关头又嗅到了，叫我这张老脸往哪摆啊？得想想办法。这个问题牵连甚广，老朽必须好好思考一下，请您先歇会儿，我进去片刻，马上回来。师父，弟子向您请安来了。请问师父，未来的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大事啊？这个臭小子，平时都不来找我，一来就问我这个伤脑筋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容为师的慎重的考虑考虑再回答你。不行，被问倒了，快混不下去了，看样子只有祭出我的独门法宝魔镜。魔镜，魔镜，请现身吧。主人，你在找我吗？魔镜，请问这个世界以后会发生什么大事？主人，这个问题有点复杂，这个问题容我……少来这套，大家都用过了，老实的看着我回答问题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就听我娓娓道来。未来会有南亚的大海啸，死伤无法估计，各地接连不断的大地震，无数人流离失所，
非洲的大饥荒、粮食短缺，成为人类的噩梦。最后，年年大小的动乱与战争，终于引发世界大战。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逢凶化吉的呢？请主人稍待片刻，我马上替你解答。多谢魔镜的指点，天下苍生就靠你了。徒儿，你想要的答案都在这卷轴里。多谢师父相助，徒儿就此告辞了。将来会有南亚大海啸、非洲大饥荒、各地的大地震，还有世界大战，这可都是第一手的新闻哦。这不报也罢。大师回来了，大师回来了。你们想知道的一切答案都在这卷轴里。哦，简单了。哎呦，不要让罪恶的食物玷污你们的身体，只有畜生才用肉来满足自己的胃口，甚至不是所有的畜生都这样啊，牛、马、羊等，他们都吃草为生。戒杀放生，改造命运。从前有一位专门为人看相的术士，名叫袁柳庄，对于判断吉凶祸福十分灵验。有一天，一位朝廷某官携带一幼子来求相命。啊，大人，请进，主人正在等您呢，这边请。先生怎么样？我儿命格如何？这此子命运多舛，恐怕有夭折之余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不会吧。我们真命苦啊！这也是命由天定，半点不由人啊！咦，你们两人为什么愁眉不展呢？袁柳庄为我而相命，结果竟是夭折的命格啊。原来如此，世间只要广作阴德，定可挽回定数，但是做阴德的机缘不易求得，不如从放生去做，一定会得神明庇佑的。哈哈，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多谢道长提醒，我们一定会戒杀放生，多积阴德的。父子回到家后，立即发愿放生，力行不懈。经过数年之后，道长，好久不见。上次多谢道长教诲，我们父子力行放生之后，我儿一切平安顺遂。哈哈哈，居士此种善业，人不够广泛。如要改造命运，需更努力才行啊。
多谢道长，我们一定会更努力行善的。父子听后更尽力救生放生，凡有益生灵的种种善举无不捐款推广，因此救护了无数的生命，后来其子也平安无恙地长大了。哎，主人，主人，主人，十多年前来这位儿子看相的官人，他儿子不但没有夭折，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。竟有此事？是的，听说这官人经一位道士指点，例行放生和行善，竟然改造命运了。真有此事啊！因为能施于物命，获得生机者，上天必然赐以寿命；而且能时时以慈悲心推及物类，自己也做到戒杀放生，又推广他人也戒杀放生，则一切事必能吉祥如意。正如《太上感应篇》所说的：“吉神佑之，福禄随之。”我们也要多行善放生，改造我们的命运了。从此以后，袁柳庄为人看相，也都会劝人为善，以改造命运。诸放生者，或增福禄，或延寿算，或免疾难，或起尘厄，或升天堂，或证道果，随师获报，皆有征据。莲池放蜈蚣，感恩天经。明朝穆宗隆庆年间，有一位莲池大师，他为了广结佛缘，当下决定拜别师父，收拾行囊，准备云游四海，跋山涉水，不辞千里，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他的足迹遍布各地大小寺院，埋首于各式经书之中，历经数年，终于参透了然于胸，与世无争。前面的苍翠树林看起来颇为茂盛，太阳下山，夜幕即将来临，沉淀禅室就在这树林之后，是否贸然涉险穿越呢？想太多了，心中坦荡荡，有什么好怕？哇，怎么如此难行？加油！好险！是蛇！别咬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的头好痛哦！昏迷的莲池大师就这样在树林的深处躺了不知多久。痛啊！这是哪儿啊？糟了，四周都是荆棘，无法分辨出方向。不行，我要快点离开这里。头好晕哦！我
我不行了。好渴，好饿啊。是什么？好痒啊。哇，蜈蚣。哇，怎么这么多？吓死人了。好险，被咬到就惨了。咦，他们要去哪？对呀，跟着他们或许有救。于是莲池大师就这样跟着蜈蚣爬行。哇，水，舒服多了。诶，那是，太好了，有东西可以充饥了。饿死了。哎呦，什么？这些不能吃吗？要我吃这些吗？我真是饿昏头了。忘了颜色鲜艳的菇多半有毒。呵呵，还好蜈蚣提醒我。救命啊！呵呵，你现在好多了吧？谢谢住持的救助，我好多了。抓住他们！请问两位施主有何事呀？刚才我两人经过贵宝寺，发现寺外有大群的蜈蚣，它会伤人，所以将他们一一捉起。啊，你们，你们为何要下此毒手？两位施主，这些银两收下，放了他们吧。哎呀，太迟了。是我害了你们，对不起。是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你要保重啊，不要再被捉住了。大师康复后回到寺院。辛苦了，徒儿。师兄，别动，你的后面。去，恶心的大蜈蚣，去！咦，赶不走哎！师弟，快住手！是你吗？我为你诵经说法，愿你倾听。一切有情为心所障，心地狠戾的化作虎狼，心地恶毒的化作蛇蝎。你若除去毒心，就可以解脱这个形体了。阿弥陀佛。走了，珍重，再见。无论你化作什么形体，愿来世能再度与你相遇。一旦清楚地看到自己生命的痛苦，对于别人的烦恼也会感同身受，而与极力为之排解。沉似沙水踏，掉崖而死。安徽省怀宁县有一位心地憨厚的乡民，叫东海。于癸巳年三月，随船运粮到了大长沟。当晚东海在船上熟睡之时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先生，我明日有大灾难，恳请先生援手相救，拜托您了，拜托。老先生，您，原来是一场梦啊！好奇怪的梦哦，时间还早，再睡一下吧。哇，怪怪龙鸡董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好大的石头！是啊。这么早就围一堆人，难道是出了什么事？借过一下。哇，这是什么？
嘿，公凯，看我昨夜捉到的大水獭。哈哈，这么大只的水獭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呢。咦，好面熟啊。啊，原来是昨儿梦到的老头啊。陈四啊，我出500文钱跟你买这只水獭好吗？500文钱怎么够啊？哎，公凯一定又要买去放生了，您就呵，这一张獭皮就值好几两银子了呢。我还有一些积蓄，我这就去拿。看来公凯是当真要买他去放生了。哈哈，这穷小子能有几个钱，卖给他放生不如咱俩把他给吃了。陈四，陈四，你看我这些钱够不够？哇啦，这哎，看你跑得这么累，就送你一根水獭腿补补身体吧。您就别挖苦他了。哎，晚了一步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公凯虽然努力相助，但可惜陈氏已经狠心将水獭剥皮分食了，公凯对此感到十分惋惜。啊，是公凯吗？哦，是你啊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虚弱啊？都怪我们不听你的话，吃了水獭之后遭到报应，陈四也死了。啊，陈四死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天吃完水獭我们就闹肚子，尤其是陈四，可是公车一直有人霸着打不开门。谁在里面？开门啊，你快点行不行啊？求求你快点啊。哎呦，忍不住啦。哇啦，到草丛里方便吧。喂，别过去啊，那边有悬崖啊。哎哎哎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哇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陈四，你不要紧吧？你不用去看了，他一定摔死了。你也太狠心了，没过去看你怎么知道陈四死了的？狠心？你们刚刚把我剥皮分食就不狠心吗？我在此湖中已修炼100年，今天遇此灾难，本来有人人君子愿赎救我，你们却不肯放过我，现在还想要我放过你们吗？哇，有鬼呀！我醒来之后大病了一场，到今天才勉强下床走动，真是悔不当初啊。救命啊，快打119通知直升机来救我啊！顺便帮我带条裤子来啊！救命啊！恶鬼报应经言：汝为人时，见人杀生，助其欢喜，共啖其肉，杀故短命，喜故痛毒，经受花报果在地狱。